披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，军文社新闻官葛鹏新上尉冲过伦敦国际马拉松的42公里终点。越过终点这一刻，高举国旗，葛鹏新特别显眼，他笑得好开心，激动心情难以言喻。带着国旗挑战伦敦国际马拉松成功，新闻官葛鹏新也是国军第一人将世界六大马拉松波士顿、纽约、芝加哥、柏林、伦敦、东京全部跑完。葛鹏新出身军人家庭，父亲是将军退伍，103年毕业于国防大学政政学院，也是一名合格的海龙蛙兵。自己设定跑遍六大马目标，终于圆梦，也成为最强全马新闻官。